我只能买这些东西啦，就怎么叫这些东西，只能买。我觉得蛮厉害的，最便宜的，跟大家比的话。就是登山鞋啊，很多都大概有三双五双吧，实用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他对精品的需求真的很少，有啦，就是在买这个登山鞋啊，登山杖啊，还有脚踏车的，对啊，登山杖，这种最经典的就是一包可以食用那种，我就还是会买啦，一万包。那你看后面那个包，那后面那个包我大概有五个吧，哎，五个为什么要每一个都五位数哦？登山包啊。登山包有分那个容量跟你要去的这个行程有不一样，所以我就有各类型的。哇塞，像这种就是可以装很多，还可以装尸体的行程。救难队，这就是两三天保冷袋，两三天可以用位数吗？然后因为它够轻量，越轻量的越贵，嗯，所以这种东西基本上都要五位数。哇，然后连这个登山杖也是要最轻量的。你看他拿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好酷外啊？好不 sexy， 完全。然后你拿出这个过马路的一条尿裤，我的天哪！我以为你现在在采用Lady爬山，我看什么 Lady 爬山法 ？Lady 爬，你这种爬山 ，Lady， 你虽然拿出这些东西，他是不是凭实力在登山？上是异曲同工之妙吧？很时尚的。然后像这种重装鞋，我也是好多不同行程都要不同的鞋子，所以我都有好几双。然后包括还有这种救命的手表，好，谢谢，下一位。好健康，他有个厉害，他这个厉害，真的赚很多钱了。这几只，看来滚下来撞到石头赚不少钱。对，因为这都赚得很值得，撞了十几次。我跟你讲，很值得。我如果光是用，而且每次撞石头都有钱，这样轻轻轻轻，我们像马里奥一样。对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因为。其实讲认真的，撞那几次可能还不够去买这些东西。我自己是接了爸爸的股票，然后这一路开始就一直投资股票。什么叫接了爸爸的股票？爸爸过世了，对对对。Oh. 然后从爸爸这边学到一些东西，对。然后妈妈也是，然后一直都有在投资股票。Okay. 然后呢，我发现。我如果像子萱那样，我会无穷无止，你知道小垃圾小东西， oh. 你知道我会无穷无止。那是他的宝贝。所以命理老师就告诉我说，你自己在30岁的时候可以去投资钻石，然后结果呢，我他是不是就拿出一排钻石，说还有翡翠什么的，就开始推销我。我那个时候呢，就想说给自己来一个狠的这样子。然后这只表它是有得过奖，然后有上过新闻，然后它是限量的。女神在线有出表哦。那它的厉害之处就是它是好高级呢，对。然后它这只现在应该有涨了40万，就是在它的本质之上，它是大概7位数。追踪女神在线 YT 频道，加入官方 LINE、FB 跟 IG 都要追踪起来，不只有最新的流行资讯，还有好礼等你呢，耶！Teddy。